服务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安检人我了不起啊？两年前我们就怀疑赵满如同志的牺牲有问题，你用了两年的时间证明了当初我们的怀疑。嗯，何队，我知道你对那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，我希望你对事不对人。我那次退查，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没有任何问题，放在任何时候我都敢这样说。你想跟我理论，想跟我掰扯，想跟我杠，没有关系，但这是另外一个会议室的事情。今天在这儿我们谈论的是重启723。林总，这位是？哎呀，这都忘介绍了，这位是安妮，我们的另一个好闺蜜，这位就是我刚跟您说的肖木恩，肖总。您是检察官？嗯，江城市检察院安妎。检察官好。幸会。